王总，你找我来，我查过你的出勤记录。前一阵子，你到西南做过一次市场调研，能告诉我调研的结果吗？ 我还知道你回来之后，公安局就找过你，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呀？是这样，自强，公司要求我提拔几位干部，我把你推荐了上去，可是公安局调查你的事情，我始终不放心。 这回你应该知道我现在找你来的原因了吧？公安局调查的事儿，跟集团有关系吗？当然有关系啊，这关系到你的升迁，关系到我是不是对集团负责任。是这么回事儿。有一次，我从我女朋友那儿回家，半路上，我看到一个女人。 遭到袭击，等我追上去的时候，这个人跑了，然后我就把这个女人送到了医院。就因为这点事儿，公安局找过你好几次。啊，还有一次，我去看这个女人，正好碰见她又险些遇害。这么巧。 他家里边的煤气罐被人打开了，女儿和婆婆都昏倒了。我冲进去把他们救出来。就这样，公安局把我找过去2次。看来我应该先把你树为我们集团见义勇为的典范。其实这个女人挺可怜的，她丈夫不见了。 一个人拖家带口的到东海来找她的丈夫，还要打工养活家人。她丈夫始终就没找着？没有。她找了很多地方，警署、派出所，甚至连精神病院都去了，那就一点线索都没有。 没有，但是他的这2次遇险倒是引起了公安局的注意。那他本人是什么意思啊？王总，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是，嗨，他的事儿和我们西域集团有什么关系？不说这事儿。喂，怎么样？ 陈时训，你应该承认自己是陈时训的吧？现在是你付出代价的时候。可是我现在这里。 你那里有人不方便是吧？好，那你一会儿再打过来。你老老实实合作，我们会给你机会的。自强，今天先这样，有功夫咱们再聊。好，王总，那我先回去了。哎，你等等。 我向你提个问题啊，比如你知道了一个有钱人的隐私，当然这个隐私是拿不上桌面的。之后你的反应会是怎么样的？你会是大肆去给他宣扬啊，还是保持沉默？或者你会不会去敲诈他一下？ 王总，我还是没听明白你到底是什么意思。你就当这是个心理测验，目的是考验集团干部对集团的忠诚度。王总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不管是什么情况，反正我都不会去敲诈别人。 还有别的事吗？啊，刚才咱们俩说的都属于集团的机密，你不可以告诉任何人，包括高伟民。嗯，好吧。你应该知道集团的纪律啊。我明白。总机吗？ 刚才打进来的那个电话是外线还是内线？外线。知道了。高总，这是今天开会的资料。喂，喂，哪位？接着说吧。 喂，王总，公司集团有一个高层会议，请你请假。我这里有事儿，我请个假。哎，我向你了解个情况。今天上午，高总是不是一直都在办公室里？是啊，高总一直都在办公室，他在整理文件。你肯定吗？是。哎，您如果找他有事儿，我给你转过去。我没事儿。 这样我自己找他联系吧。嗯。喂，你接电话怎么这么慢？ 你现在屋子里边没有人，你怎么知道我办公室没人？你在监视我？你是谁啊？你到底是谁？你不要问那么多了，马上打开你的电子邮箱，我有一封信给你。 快去，不要耍小聪明。我正在看电脑。你胡说！你明明站在窗子前面。知道了，嗯，好。怎么样？收到。你。 是在敲诈我，我没有那么多钱。我知道你没有那么多钱，但是我相信你可以弄得到。你要是办不到的话，我就会告诉龚助理你是一个大骗子。到那个时候，你就连一分钱都不值了。小子，你不要把我逼急了，逼急了我就像。 龚助理坦白所有的事情，我亲口告诉他我是个大骗子。到个时候，就算我一钱不值，你小子一分钱也得不到。好啊，那我就等着你去向公朱丽坦白了。 我希望咱们好好谈。这样，我半年的工资是30万，我还可以想办法再借10万、40万，这个数字我肯定会保证。如果再多1分钱，那结局刚才我已经说过了。你他妈的杀价也杀得太厉害了。好，你可以按照你说的去办，我会给你一个答复的。 下午我还要接待一个美国来的投资财团，我不是请假了吗？你的秘书是请假了，可是这个会议特别的重要。我以后争取。好了，不用等他了，开会吧。 自强，上车吧，我捎你一段。不用了吧，我自己回去吧。上车吧，我有话跟你说。王天成今天找你谈话了，你怎么知道？ 这你就别问了，走吧，找个地方坐坐，好吧。 是一损皆损，一荣皆荣。如果能把王天成干下去，我们都能上去。我说过，如果我当上副总裁，你就是销售公司的总经理。现在你只是个部门经理，还没有走入公司的高层。你知道，销售公司的总经理工资和奖金加起来，一年是上百万。 想一想，今天在王天成的办公室里，他和我谈话的时候，他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。电话？什么电话？不知道。后来呢？ 王天成今天的表现很奇怪，他居然用心理测验的方法来问我会不会敲诈别人。然后呢？然后他好像是很害怕的样子。高总，你说他为什么会害怕呢？好。 你问得好，他为什么会害怕呢？只要抓住这个问题，王天成的事情就会越来越清楚的。他还跟你说过什么？你这么一说呀，我明白了，这分明是高伟民和王天成在争权夺利嘛。而现在暂时领先的是王天成，我说的对吗？高伟民多年的经营受到了王天成的挑战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，王天成这只新上市的股票正在一路飙升。没想到你们民营企业的人事关系也这么复杂。 哎呀，物欲横流，哪来的净土啊？那你往后打算怎么办啊？我当然是要站在高伟民这一边了，至少目前是这样的。他毕竟是西益集团的老臣，而且我和他又算是 彼此了解，功利场上谁不想获得最大的空间和最多的利益呢？而王天成算是半路上杀出的程咬金。虽然目前还看不出有什么不好，可是我毕竟不十分了解他。我今天一直在琢磨，他接了那个电话后的反应。 他给我的直觉是非常害怕。你说这个电话到底是谁打的呢？我怎么知道是谁打的？先出去去。喂，你在哪里？在房间里睡觉呢。这么久了，你也不给我个电话，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没有问题。那么钱怎么收？按照我们的计划，钱分两部分打入我们的卡里，一半进你的卡，一半进我的卡。 他不会报警吧？或者找黑道来找我们？而且从银行一查就可以查出来。你放心吧，他宁肯把自己的两个肾割下来分给我们，他也不会报警的。然后呢，他可以用亿万富翁财产继承人的钱再装两个肾。菲菲，你放心吧。 你就等着收钱吧。哎，先生，干什么呢？你有事儿吗？是这样，我在这附近上班，想在你们这个小区租一套房子。谁家有房子要出租，你肯定知道。能不能帮我统计一下？哼，你是中介公司的吧？我们这儿啊，不接待中介公司的人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你的眼光没错。 我的确是中介公司的，哼，你看你在这一站一天，的确很辛苦。能不能这样，咱们俩合作，你帮我们公司收集点房产方面的信息。我，哎，不要不要不要，就算在业余时间里挣点外快吧。那我试试吧。我有一个要求，我只要这面有窗户的房子。 也就是说，可以从窗户看到对面那个大厦，可以吗？没问题。明天我来找你。进来。王总，这封信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上班的时候在办公室门口发现的，我也不清楚是谁送来的。王总，今天您的安排是这样的。好，好，你先出去吧。嗯，好。不要让任何人打扰我。 在调查我只是别他妈狡辩了。你想鱼死网破是不是？啊！我今天就能让你滚出戏界了，回到秦海烈的身边，你信不信？好，好，好，我输了。你告诉我，钱怎么给你？ 今天上午10点钟，你把40万存到我的账号里。405899200-34848。要是10点10分我收不到钱，公助理一定会收到那张寻人启事，我会亲自送过去的。 我觉得这个季度的销售基本令人满意。如果副总裁对下个季度的销售有什么具体要求，我想请你。对不起，接个电话。喂，朱莉啊，今天晚上我有个非常重要的应酬，可能回家很晚，不用等我。我知道了，早点回来吧。嗯，少喝点酒啊。嗯，我爱你。好，拜拜。 喂，陈世旭，你表现不错呀。哎，钱你已经拿到手了，以后如……再见。拿了钱竟然跑了。贝姐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不高兴啊？没什么。那我们今天说好了去那边玩，还去吗？我不去了，你一个人去吧，我先回去了。我叫什么名字？ 主力，先生，我在看你写给我的信呢。今天我把所有你写给我的信我都看了一遍，特别的感动。我想你了。我也想你。你工作顺利吗？我正在跟他们谈。我觉得他们很有潜力，但是如果立项，恐怕还要慎重。我相信你的眼光。 这涉及到咱们集团的一大笔投资。我真的想你了，你早点回来吧。我想，今天应该能早点。拜拜。回答我，我叫什么名字？你叫王天成啊。从你在酒吧工作起，你就叫王天成。你还敢提酒吧的事情？我不敢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 不想干违法的事情，你告诉华阳，别把我逼急了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只要你给我机会，你记着，我是王天成，从来都是。 天成啊，今后你的工作上还要再努一把力，啊，你的成绩呢，董事会是有目共睹的。但是现在就让你当副总裁，我还缺乏说服力。我一定会努力。嗯，我知道我的女儿非常信任你，这一点我很替你高兴。啊，你是一个孤儿。 从小吃了不少苦，我看这样吧，你可以把我们这里当做你的家。我已经这样做了。嗯，你已经35岁了，是个大男人了。一个男人就要负起一个男人应该负的责任，特别是在感情上。啊，我的女儿选择了你，那么就说明。 在你的身上，有许多男人的优点，我相信你一定会和我一样，能创造出辉煌。天成啊，你知道辉煌会毁于什么吗？什么？辉煌会毁于小节问题，尤其是女人问题。天成啊。 你不要觉得我今天跟你说这些好像有点过。我把女儿交给了你，就等于把半个西艺集团交给了你。